지금 이 자리에 계신 여러분들은 这次要玩真的啦！由于游戏风靡全球，继确定推出第二季后，更狂的来了。 Netflix 昨日宣布，在制作真人实境秀，并公开官网开放全世界的人报名，预计仿照影集寻找456名参赛者。상금이 대충 얼마나 되나요？ 大家最关心的奖金高达456万美元，约新台币1.37亿元。虽然赌注很高，但官方也警告大家，输的人还是会空手而归。参赛条件呢，要会讲英文，同时必须年满21岁。录影时间长达4周，预计在2023年的年初开拍。 有别于影集的血腥暴力，参赛者可以放心，不论输赢都可以毫发无伤离开。有兴趣的观众赶紧报名。빈자리가 얼마 안 남았습니다. 연락 주십시오.